第十五题，又列是小于举例说明某一个概念的部分内容。根据内容判断，这应该在探讨宪法中的哪一项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看一下表中的部分哦。皮皮办理签证，利用假期到国外旅游，到国外旅游是所谓的居住迁徙的自由。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毛毛关心政治，经常在报纸上投稿发表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是属于意见自由，所以这两个居住迁徙自由以及所谓的意见自由是属于人权里面的自由权，答案是 B。